为什么在车上？我们要下车去好市多买妈咪的减肥餐。为什么我要减肥吗？我们两个一起减肥。好，我好胖哦。不要乱讲，才不会胖。是恩爸跟恩妈要减肥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在好市多了，我们要赶快下车去买我们今天要吃的东西啦。大家待会见喽。待会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我们要下车喽。在家里吗？对，我们真的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。我要先吃烤大沙拉。先来开箱这个洛里佐鸡肉沙拉，多少钱？22块。哪是22块？299。299元。对，那个是299。好，这是恩恩最期待的一个。吃肉肉，给你夹吧。好，夹你要吃的。好可爱。对啊，吃蛋很好。洛梨，对，要多吃一点洛梨。洛梨是很好的油脂，很健康。然后肉肉，还有番茄。我要开动了。知道我有吃过，我有吃过肉肉。可是这个酱跟你之前凯撒沙拉不一样。嗯。你喜欢这个酱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肉都要配酱，酱才好吃。对啊，其实它这个一份真的分量还蛮多的，就是刚刚夹完之后，肉其实还蛮多的，然后菜，然后蛋呢，大概是2颗水煮蛋的分量，2个人吃刚刚好啦。那如果是恩妈自己吃的话，恩妈就会分成3餐，然后慢慢把它吃完，或者是跟恩一起吃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要多吃番茄哦，番茄很营养。那学校我吃小番茄。真的哦，我们给大家看我们的餐盒，其实真的蛮大分量的。最下面呢都是铺菜，然后我们的肉呢基本上有一半都被恩恩挑走了，它的洛里还蛮大块的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减肥的人，酱料就不要吃太多。我吃完了，好棒！一美牛奶2罐259。对，先倒牛奶给你喝。妈说晚上不能吃巧克力。当然了，来你先直接喝一点。那为了晚上，妈妈会倒，会用巧克力麦片给我吃。因为我一时找不到让你止饿的东西，我巧克力麦片里面巧克力成分应该很低。好，我们来打莓果。我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买了2种。再来一杯。是有机综合莓，这一包是519元，覆盆子、蓝莓跟黑莓。你要直接吃看看吗？我爱吃蓝莓啊！打开之后蛮红的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吃吃看哦。蓝莓它冷冻之后吃起来很像冰沙。你现在吃的这个是覆盆子，覆盆子应该比较酸一点。这种水果都对身体很好，可以多吃。我还买了科克兰的希腊优格，它这样子2路是439元。因为刚刚那个比较酸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来帮恩加蜂蜜，让它变好吃。我知道很酸啊，所以我要来帮你加这个。你要吃看看吗？这个比较酸，嘴巴都变紫色了。你敢吃吗？笑死我了。好，我会帮你加蜂蜜，不用担心。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加水。我们现在加水，通常我都加这样子的水，大概1比。我刚刚优格有点太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倒入我们的莓果。深色水果呢，对身体很好，所以要多吃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的颜色多进去了。对对对，那汤匙。如果小朋友不敢喝酸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帮他加糖就好了，加蜂蜜进去。对，加了你就爱喝了。好，我非常喜欢这糖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小，很可爱。噔噔。我很期待，好，然后倒给你喝，超营养的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小朋友最爱的，还可以开动了，这样有比一开始好喝了吧？喵喵喵喵，接
接着我要开这个喜来牧场的温泉蛋，我们先打开来看有几颗吧。撕开就可以直接这样子，那你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先咬一口。对，然后咬完之后它就会这样子。给大家看，就是里面就是有这个馅是半熟的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跟爸爸滚糖饼干好像不一样。不太一样吗？那你喜欢吃吗？然后如果是恩妈平常早餐的话，我就会配两颗这种蛋。就是我除了吃两颗蛋呢，我就会再配这个。我每次去好吃都是会买这个，虽然它真的不便宜啦，特兰的葡萄柚杯这一箱真的不便宜，这箱要529元，然后里面是12杯，吃过去，平均下来一杯是44块。然后打开就是这样子，如果我自己去买一颗葡萄柚，通常一颗大概是25到30块，那它这个是已经帮你剥好了，而且它的果肉就是可以直接吃。有些葡萄柚非常的酸，我中午就会吃这个，这个是意式鸡胸肉，它里面是3包，然后一包是2片，很香对不对？它就是已经腌好的肉，但这个是还要再煮过，它这样子一包是283，然后3煮，所以这样一个是95块，95块是不便宜啦，但是如果你去外面那种超商买的话，单张一块就要65元了，所以其实还是蛮划算的。然后它腌得很入味，很香，你只要放进气炸锅啊，或是用有那个平底锅稍微煎一下就可以吃了，而且它的热量很低。对，我觉得我非常推荐这一款。然后我要再推荐一样，就是这个是冷冻鲈鱼片，这个是399，里面就是这样子，跟刚刚的一样，就是那一袋一袋包装。可是这个就没有调味过，可以清蒸、香煎跟微波。那我们先来打开给大家看。其实我觉得鲈鱼吃这个对身体也很好。通常你去外面买一碗鲈鱼汤，也没有几片肉，然后就很破。噔噔噔噔，7片哎，7片。它这个是称重，因为它有大片有小片，我先把它收起来。我们今天推荐的东西都非常的健康，还有这个综合冷冻蔬菜389元，一样是科特兰自己出的自家品牌。那为什么挑这个呢？就是它的菜种非常的多，我们来给大家看有几种：洋葱、青椒、香菇、红萝卜、白萝卜、四季豆、豌豆、小苏。对，小苏就是花椰菜。然后它最佳的料理方式呢，就是油煎。我一样非常推荐的就是这个冷冻洛梨，459元。洛梨对身体很好。那这是1.5公斤，打开之后就是长这样子。吃的时候啊，或是要打果汁，就是加你适合的量就可以了。这是我很爱买的红牛起司，对，我们叫红牛，现在是叫笑牛。打开之后里面有48个，2袋装，然后这是我之前买的，还没吃完，就长这样子。我很喜欢撕开这个，它这边会有一条线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把它撕开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。好吃啊，好吃。那以上呢就是恩妈这次买的东西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要跟恩恩做一款完美早餐。对，完美，你知道什么是完美吗？就是我耶。就是你。我们要来做一个美美的早餐，知道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先来打优格，因为呢，希腊优格比较稠，不好装进去玻璃罐里面，而且呢，这个太酸了，所以我们要帮恩恩先调味过。对，好，倒进去。就是一汤匙。哇，1汤匙半的优格，
因为是要做给恩恩吃，那我们的希腊优格不甜，要减脂的人就不要再加糖了。然后恩恩可以加蜂蜜，小朋友比较愿意吃啦。好，盖上盖子，然后放上去，只会流动就可以了。准备了一个玻璃罐，我们要先倒这个。这个麦片是我在好事多买，我们今天全部的东西都是好事多买的。这里倒一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先吃吃看。谢谢。好，好吃吗？好。对，装到杯子里面，这样小朋友就会喜欢吃自己做的早餐了。所以这样子嘛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要来倒优格进去，这是我们刚刚准备好的优格，我们就是要让它分两三层的做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有点分层。哎，怎么是给我手下去沾？然后呢，我们要在上面加莓果，因为恩恩比较喜欢吃蓝莓，所以我们就蓝莓多一点吧，倒一点水清洗过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放水果进去的，噔噔噔噔，好，放这样，噔噔，好了，恩恩的完美早餐完成，好啦，给你开动吧。你喜欢这个早餐吗？他把上面的水果吃掉，下面还有优格呢，还有那个麦片，开心吗？吃饱了，好，接着我们继续看看下一样东西吧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做我们平常吃的减脂餐。那这个是冷冻蔬菜，要记得哦，要冷冻就拿出来直接料理，千万不要退冰，退冰蔬菜就会烂烂的。然后我们帮它撒一点油在上面，而且呢，加一点油下去。它的维生素 C 才会保留下来，我会额外再准备这个。我们现在真的都是好事多的东西耶，就是已经拔好皮的虾子，然后就两尾虾子，两尾虾子，然后我们很均衡啊，又有菜，又有海鲜，最后是这个意式鸡胸肉，然后这个是冷藏，它是已经料理好的鸡胸肉，这两样的话就是冷冻的，一片就够了，一片。今天呢？餐点的原型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又有肉又有海鲜也有蔬菜，就放进我们的鸡蛋锅吧。鸡肉放在旁边，然后蔬菜放这边。恩妈的懒人料理，就如果有时候很忙啊，没有时间煮，就会这样煮。然后我们就完成了，我就放进去。160度，8分钟。噔，恩恩在后面等，肚子饿不饿？饿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好了，直接打开喽。噔噔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夹起来吧。你觉得为什么虾子要两尾？不知道啦。因为呢，这是妈妈对你的爱，她没有卷得很美。你们猜猜看，超想。那菜菜为什么那么小？多水了。对啊，现在恩爸在帮我们服务。哇，看起来很棒哎！好吃吗？哦，会不会很烫？所以如果肉肉满分5分，你给几分？100分。真的、哦？所以觉得好吃吗？大家最期待应该是。就是冷冻蔬菜到底料理完之后是脆的，所以我们派恩恩小吃货来吃给大家看。对，很不会是脆的。脆的吗？我吃宝宝素。好，宝宝素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恩妈最常回购好事多的减脂餐啦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。恩恩老师，我们要下课咯。下课，喜欢。